全国民调持续落后的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似乎出现了不少转机。他在星期二推特表示，看到更改我的选票已经成为搜寻引擎的重要关键字，因此呼吁已经完成投票的民众赶快去把票改回投给他。事实上，包括阿肯色、纽约、密西根等13个州对于更改提早投票都有相关规定，只要符合规定条件都可以废除已投的选票重新再投票一次。在多个容许重新投票的州中，威斯康星州的规定最为宽松，不论是邮寄或亲自到票站投票，选民最多可以改变决定3次，每次投票后之前的选票便会作废，而这弹性的做法也让美选的结果更难预测。